五月七日有新上市的刮刮乐，一上市就赶快各买一张。第一张财气爆棚选号020杠归了，右边这张欢喜庆端午选号罗吉选尾马030中奖了。接下来同一家店再凹一张财气爆棚选号罗吉选尾马前一张，这第二张财气爆棚选019选没中的前一张终于有中奖了。换另一款欢喜庆端午再凹一张018也中奖了，这已经连续中奖三张了。换一家店再凹一张欢喜庆端午，换一家店这张欢喜庆端午选号逻辑选064结果杠归了，换一家店再选这张欢喜庆端午078选号逻辑0+3+3+3+5+7+0+7等于8选尾码078，换一家店再买这张欢喜庆端午078。先来看这款的中奖几率吧。第二款是200元的刮刮乐，200元的刮刮乐也是有三种玩法，这款中奖几率有33%，真的就是很一般的几率。中奖几率分配200元一本100张中 16.8 张，300元一本100张中10张，500元一本100张中 2.1 张，1000元一本100张中3张。这款一本一定有2张500元跟3张1000元的，就是要来凹这2种大奖的，1/20的几率很高。这边有2张欢喜庆端午200元刮刮乐，左边这张欢喜庆端午064就是杠归的那张，这款欢喜庆端午买3张中1张，这张就是没中的那张。换一家店选号逻辑一样，前8码加总等于尾码0+3+3+3+5+7+0+7等于8选尾码078。依照往例我们先来看一下手环时间，现在是中原标准时间5月12日，现在开始开刮。先刮第一个游戏右下方的 QR Code，主游戏是对幸运号码的，先来刮幸运号码。幸运号码14、24，继续刮开您的号码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您的号码22、17、30、27、19、29都没有中，再来刮三局三个符号游戏看有没有中。啊，这里刮出英文字母死亡龟的意思啊，共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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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钩捏共呼啊，不抱希望了，赶快刮一刮。共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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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钩捏共呼啊，共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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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钩捏共呼啊，确定没有中了，依照往例用 F 扫一下确认一下。未中奖。五月份第一张杠归，接着中奖三张，再来又杠归两张。五月份累计买6张中3张，买1800元，中1000元，又赔800元了。五月份还是继续赔，下集再换另一家店来试试看。我没中奖没关系，祝大家都中奖。